件来去卖品咯。我去咱迄上贵的迄个专卖店哦，全部卖了了，大家想抢要买啦。啊，咱即摆会馆哦，拢总收回来吼，咱就来办一个吼较大型的这个签约酒会，啊，把咱的办公室吼拢总甲装潢起来，尤其你的总裁办公室哦，吼，咱就甲车架甲吼，当然性的上赞。好了吧，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哦，甲伊帮我做总裁。本来就是啊，咱即摆甲等爱丽丝哦，正式甲咱签约啦。哎，你就是美国爱丽丝哦，台湾总代理的总裁安尼，啊，够认真哦。啊，新麦伊咩啊？新麦有另外一个更加好工作咧等伊。美国艾瑞斯公司对新麦协调办事的能力真欣赏，伊准备要重金聘请伊做台湾地区的 CEO。这 CEO 是啥？就是执行长的意思。新麦，你是不是要甲我放生？你哪会通安尼讲？有国际知名的公司看中新麦，因公司伫咧上流上阶真大的进展，咱应该祝福，咱不应该甲拔掉。嗯，反正咱个新麦吼，唔敢离开你。志强，我已经记住你个艾瑞斯公司。新麦，你应该好好把握这机会啊。啊，唔好我甘愿留伫你身边边。别叫该闹。哎，新麦。其实我真希望你会当留伫我身躯边，跟我斗相共，所以都爱委屈你啊，做我振兴公司的副总裁。是总裁。Just a moment。啊我嘞。咦，这是咪有机会做特助？特助？咦，古力古罗？哎，特助阿鲁巴阿鲁巴特助阿拉，听多多指教，听多多指教。是艾瑞斯当属的名单。嗯，啊，这张我得看嘛，啊个日本名伊藤武藏的，是笑话讲。想袂到，伊是艾瑞斯的英武当属，也是这边签名代表团的团员之一。嗯，安尼真好啊，啊，既然是笑英武阿公哦，安尼就好讲话啊。你知啥？笑英阿公是日本新农作的创办人，连讲是乌托大哥大。对吧？通知饭店。促销签约记者会。哎，我有听唔到无啊？啊，促销签约，志强啊，你即摆是咧记者哦？啊，咱三个真无简单，为着争取 Alice 台湾代理，费偌济心血？你看促销都促销，你敢钱咧过去哦？我今日想要做一个清清白白的生意，我无想要甲乌托乌林好看。志强，我了解你的坚持，啊，不过生意归生意，我已经决定啦，搁较大利益。老板，那边请过来。新麦，坐啦，饮茶。多谢夫人。新麦，辛苦你啊！当初咱促成艾瑞斯甲志强合作，目的是希望借着艾瑞斯伫商场上的信誉，来拍稳志强的事业的基础。想袂到志强是这么坚持原则的人。伊道夫人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啊！志刚并无迄个意思批评林村大人，伊只是无希望甲乌道有任何的牵连。天心麦，你是讲志刚无希望甲乌道有牵连？是哦，麦遐尼啊无礼。是麦子，你早讲嘛，原来我是私底咧出事着乌道世家。所以讲，你无算赢，我嘛无算输。我是志强吼，脱离这乌托家庭。志哦，你是咧讲啥？靠啥？我是讲真心话，我是真是爱志强的。志哦，我甲新麦还佫有代志要讲啦，你先入去房间。我。志哦。嗨。歹势啦，志哦，毋捌代志，坐。夫人。那恁咱即摆有啥物方法，予志强卖放弃 Aris 台湾的总代理？山家己放的，都要家己收。我是有想到一个人会当来靠近志强。阿伯，你卖阁靠近我，我绝对无可能甲伊做家族的人有任何生理上的来往。
明仔载，等美国 Aris 公司开始上班的时阵，我会打电话向伊说明，我取消签约记者会这决定。先生，小生，阿里巴桑，阿里就知我的名。我用单独甲本先生讲几句话未？志刚，无恁讲，本先出来。阿文，大家公认，唔知什么资格？你免叫我阿文，叫我老社长就好。我是想讲要甲你交了几分钟仔的时间，甲你参详这代志。本贤，免叫我本贤，叫我志强就好。哦，志强，你过去是一个真有名的野球选手，但是你改投做生意以后，哇，我那做了真成功，还做了有声有色。这点我非常的敬，这拢是我的朋友甲我斗相共。哦，所以我原来需要你这个朋友甲我斗相共。我无了解你的意思。真少年，我就踏入江湖啊，创立新风组，一直拢真顺利。到到我的查某囝幼果出生以后，我看到伊的面，我心内就有一种感觉。我咧想讲。黑社会这条路，敢要阁继续行落去？我甲一般平凡的老爸拢同款啦，希望家己的查某囝嫁了会当真幸福。唉，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，我原来袂当无照顾对我遐尼好的兄弟，拄拄啊好，头路原来有心要接管，所以我放手予伊，改道来学做生意。啊！不过我无你这么老气。虽然讲我真拍拼、真努力咧做，但是世间人原来把我当作是黑社会的佚佗人。若不是和我民主相片在一边，啊，那无就是跟你同款，根本就无想要跟我合作。我投资过真侪间公司，包括美国的 Aris， 但是每一间公司若见到我拢惊。所以我一直无法度通去进入董事会。即摆 ，Aris 会当答应和我参加因这个签约的行列，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。廖社长，只要你有心要行回正道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一定有一天你会成功的。哦，我听你的意思，敢那你原来愿意和我参加恁的签约记者会哦？拍谁？你的坚持我了解。其实我一直希望讲，会当铁对的脱离黑社会的乌影，做一个正正当当的生意人，过平凡的日子。当然嘛，哪会当甲你这款这么年轻有为的贱人合作，那是上界欢喜的代志。那安尼我就无甲你交了哦。啊，不过你坚持无要甲黑社会相交叉的这个原则，我非常的了解。但是我嘛都爱甲你讲，卡苏你若拒绝甲艾瑞斯合作，我原来袂放弃我选择的这条路。刘社长，我真欢喜你甲我讲遐济，我嘛真钦佩你的坚持。我差点仔因为我家己的性格。去毁掉一个老大人的心愿甲希望。老社长，欢迎你参加台湾振兴公司甲 Aris 的签约记者会。そうか。ありがとう。我祝福你，祝福你甲 Aris 合作顺利。你讲多少在教位呢？啊，多少？有个，也是单呢。多少？
你已经不是新丰组的人啊，唔免阁叫我有多少。林先生，我甲金燕有代事要找你查。我要问。嗯。唔是伊做卡车过的人，马上离开。金燕，不要紧，担心你。又讲说掉，志江，你回来就好呢。以后吼，唔惊有人欺负我。志哦，莫有白讲话啦。我这次来台湾，当然是要来看我的查某囝甲我的查某孙啊。另外，头路，嗨。你甲周玉芬日子过了安怎？听讲这个查某入门以后，恁家都无一工平静的日子啊！身为一个查甫人，竟然和这款的查某在这里做作。当初我阁想讲要叫你来接管新丰组，哼！我杜嫂，你莫阁讲啊啦！你看你，你对玉果这么绝情。甲即卖还阁对你遮好，还阁咧为你，你有啥物怕算？我阁予你一摆机会。周玉芬甲我赶出去，带玉果甲七号返去日本。我杜三，咱毋是讲好啊？你袂阁插手我甲太郎的代志，要我家己处理的啊。但是我嘛有甲你讲过啊，迄是有期限的哦。我给你一年的时间，时间啊到，我都要家己来处理啊。志江，一年太久啊啦，我看吼开去到今仔日为止，即马一切由你来接管。我来到石楼迄度，一定会第一个找我开刀。不用的，我赶紧想一个办法，先保家己的命。杜三，饮茶啦。嗯，阿里个多。我托上你甲志强讲过啊。嗯，志强咧做代志真正确，所以真坚持伊的理想。这种优秀有为的作风，我真欣赏。那呢，恁讲得安怎？嗯，真好啊。伊即马生活已经改变真多啊，愿意签约啊。安就好啊啦。啊，我托上是安那甲说服的？用心啦。我真诚意甲志强讲，我已经绝对想要离开黑社会，要做一个正正当当的生意人，嘛袂用个过去哦，为着有一个黑道的阿公，死鬼在那里派做人。我杜三讲要退出江湖已经几落摆啊，啊，不过逐摆拢是有真侪人情的顾虑，想袂到这志强竟然有这么大的魅力，会当让你下定决心。这可能是因为我伫志强这囡仔身上看到坚持这两字啊。嗯，玉可，我倒上咧想讲，要退出江湖之前，你的婚姻的代志应该有一个真适当的处理才对。到时他若是还阁唔知影通阁讲，伊就是我要退出江湖之前。最后处理的一个人，杜嫂不免啦，我家己甲他咯做一个彻底的解决啦。我杜嫂伫江湖这侪年啊，一直拢无予你一个真安稳的家庭。恁有卡桑，伊阁遐尼早就过身。当初我答应要予你甲他咯结婚，我对伊干那一个要求。就是一定要让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他若既然袂当守信用，我是绝对袂放伊煞。唉，当初是杜尚看唔着人啊，我感觉真对不起你。只要是一个真单纯的查某囡仔，我无希望伊为着有一个黑道背景的家庭，
派一个这么大的包袱啊，所以我一定都要替伊找一个真可靠的人才。彭志强这囡仔是一个真好的人选，既然七号这么介意，有可，你有哪都要好好接受伊呢？我倒想，我会啦，我嘛真赞成啊。嗯。连吴志尚嘛欣赏彭志强。金玉啊！妈妈不是叫你快点进呢？彭志强是啥物物件？这一刀家族，竟然把伊当作是一个宝。咱母仔囝已经有性命危险嘛，你搁有时间管彭志强？莫牵到我遮来啊！下死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你无听拄只老伊在在讲，是要管束咱母仔囝呢？伊根本就无承认你是伊刀家族的人。老伊刀这边来，一定替伊查某囝讨回公道。咱母仔囝运气乃是较好的，伊会比天生甲玉华好好，咱家计是互赶出去。咱两气若是无好，无定着过几工啊，咱就变作无名尸体，互等咧山顶去。早知影有惊你，何必当初啊？我真正互你害到足惨。嘿，我哪知影代志要到安尼啊？你莫怪我好无？先想办法啦。对吼，既然这老伊都甲天生遐尔介意志强。不如，咱就利用志强来保咱母仔囝性命。彭志强是凭什么要保护你啊？凭我是金月的妈妈，凭金月是伊上爱的。你想看卖咧？金月若当去志强的身躯边，那安尼我是伊的丈母咧，你哦就是伊的大姑啊。到时阵咱母仔囝的命拢保会着。另外，即马叫有江明强，江明仪这个人够骄傲吃醋。今仔为着彭志强受尽委屈，你即马阁叫金月去反背家己的翁，你是要甲伊害死啥？我若无安做，死的是咱两个呢。要安怎做？我家己心内有数，唔免你教我这奥婆做。大家好，各位已经看过台湾振兴公司烟文总控的报告，甲未来十年开发烟文的计划。我相信大家已经充分了解台湾振兴公司的企图心甲经营理念。你又都回来什么？这彭志强哦，真诚恳，真忠心，来忠心来哦。这是当然的，这就要看又是什么人的男朋友啊。方先生，与我们合作愉快。谢谢，我绝对不会辜负 Aris 总公司对我的信任。方先生。有丁小姐这位得力助手助手，相信一定打很快打开客观的局面。我们一定做得到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振兴加油！振兴加油！三姐，可以开始，搞了。哎。你这个专门害人妖魔鬼怪，到底冲什么啦？各位，其实代理权合约是高某集团的。慢点，金苗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各位。这份是彭志强在国宝球队期间，将苏宁拥有的振兴 logo 国际使用权，
武汉机签国宝集团的契约。冯志强无经过国宝集团的同意，私底下阁用郑信的名义所签的任何国际合约，拢属于国宝集团的，包括这代理权的合约。郑信。当然啦，请你看好详细。丁心啊，就算讲你家己拆我，嘛无法度改变事实，而且我还得顾你费用。丁总裁，这份契约早就作废啊。这份是冯志强先生放弃私人建成路股所有权的声明书，所以当年签了恁国宝集团的契约，自动失效啊。然后冯志强先生以建成公司的名义重新申请建成路股的权利，这跟恁国宝集团嘛完全无关系啊。金总裁，请你看卖啊。总裁，耶，总裁呢？总裁，你这路数是安怎做？谁人的事先调查好清楚？不是我无调查清楚，是因为你根本无这运气。从头到尾，拢是我一个人做代志。你除了骂人，你搁要创啥？他即摆是安怎？就快来说，丁总裁。要成功，就要有实力。那不是我，你根本就什么代志拢办不成。我是要答应什么啦？你开这个讲啦。有可能老爸哦，这边为日本来，一定会替因查某囝找妈妈算账。伊到家都是什么爹地，你也不是不知。妈妈是惊讲哦，我莫名其妙失踪，连尸体都找无。啊，我哪有什么本事，会当对付伊到家做新房租啦？根本就无可能能救你啊！你会啦，你一定会当救妈妈，还佮有恁哥哥。你是在讲啥？我根本就听拢无。有一个伊都家族真欣赏的人，老伊都还佮天生拢真甜。啊，这跟我有甚物关系？当然嘛有关系，迄个人是冯志强。你离开江明前，等去志强的身躯边，才会恢复公平。上好是会当嫁予志强啦。啊，那安尼哦，老伊都就会看在志强还佮你的面子上，袂佮为难我佮恁哥哥。你即摆是把我当作啥物？我当然嘛是把你当作我的查某囝，我的救命恩人啊！妈，我已经是江明前的太太了呢。啊，离婚唔着自由啊！再讲，啊，即卖现代人离婚还无算啥，志强遐尔爱你，妈妈
相信，伊绝对袂去呀。你即马不但想要侮辱，你嘛去侮辱着志强，你敢袂感觉你爱做真正小鬼超鬼啊？啊，我是倒位咧超鬼啊？你根本就无爱江明静，敢毋是？啊，搁有啦，迄个江明静对你遐尔歹，你就当对江明静遐尔自卑。都袂当给我一个生你饲你的妈妈一点仔自卑。妈，我今麦阁叫你一声妈妈，迄就是我对你的自卑。其实，我也想法甲哥哥同款，你根本就无迄个资格做我的妈妈啦！你的心肝来这尼啊凶啦？好，你今麦只要跟我讲，你到底是不是肯离婚？去嫁予志强，叫妈妈就好。请你出去，金华，出去！你是头壳歹去啊？是？你就当为着金荣牺牲你家己去嫁予江明静，敢讲你就袂当为着妈妈去嫁予你家己心所爱的彭志强？你跟我出去，出去！哇，你出去！妈妈，放开我！我爱着妈妈，你出去！对彭志强的用情这么深，真正让我足感动的呢。我早就知道这是彭志强送你的啦。安尼是听可以了吗？你吃我的，用我的，住我的，困我的，也不过你心内想的拢是彭志强。你安尼敢对得起我啊？原来你什么拢知影。也不过，你拢完全拢无表示出，你的心机奈这么深嘛？无唔对，我就要等看到一天，把你甲彭志强掠干在床啦！江明志，请你较尊重的哦。尊重这两字，你嘛讲会出嘴？你困在我的身躯边，心内想的是别个查某人，你敢有尊重我啊？你甲我出嘴，为怎么开始？你心内袂阁想遐彭志强？你算讲我是对，也毋过你犯到怪我的人，你嘛犯到怪我的心啊！好啊，我即马落魄啊，你又敢反抗我？这是你逼我，我绝对让彭志强死甲真歹看。只要我伫的一天，我会注意你的一举一动，我绝对袂让你伤害志强，或者是其他人啊！我即马总算了解，原来我用这身老骨打给彭志强计划，是你去骗我的。金华，我用尽心机要得到你的心，你竟然把我好意打跌涂骹。好，我绝对袂让你好过。我把你关在这，让你不敢见你。你永远莫想要搁见着彭志强。哎呦，可怜哦！喂喂喂喂，我警告你哦，不准你看着伊，你是我的母。啊？敢真实嘞？哦，安尼你对恁母真凶呢，我连准伊是你杀父仇人呢。好汉不被回头是岸。阿娘喂。这所的怪人，我关在这，逐天哦，伊安尼一直念经，一直念经给我听，啊，未煞，你即摆搁放这啦，
比以前的苦大哩吧？哎、欸，我舅母是人介软心啦，啊不哩讲哦，我灵魂介脆弱，扛袂起啦，你赶紧哦，放我出去啦，哦。莫来笑什么啦？你唔通讲我无爱讲哦。到时我若袂堪要冲，你爱给我拖磨落，我当时要破气，唔知哦。你爱开袂少药给我医的，不如安尼，你紧给我看看走，这条你省了，安尼好无？无缘大慈，动体大悲。你啊看，这颗不拉不拉空的，搁伫咧念啊。哦，我是乌道的乞讨人呢。我足漂漂的，袂堪要，逐工啊，一直给我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安尼，我会破呀，真正足艰苦的。拜托你送我出去啦，哦，我无拜托我去阿公去阿祖啦。迄天伫签约会上，你还搁咧设计，还搁想要陷害彭志强的事业上。你唔当误会啦，我是替中医出一口气。中医，你对彭志强有啥物不满？啊，着彭志强手走青药，害中医跑到甲伊斗阵。吴志尚，我想金庸可能误会啊啦。其实我早就已经看破，感情的代志根本就无法度勉强，而且我嘛已经甲七月讲好啊，我会永远甲当作是家己的小妹。金庸，你甲我的未来算囝婿，彭志强为什么输恁的温暖？金庸，过去的代志唔通放在心肝头。阿文，金庸甲彭志强。确实是伫球场上有结一寡怨，但过这拢是小可代志。少年人，我会好好甲因考劝。彭志强就亲像我的后生共款，我会找一个机会好好甲代解，而且用心。上好是安尼啦，但是你听好清楚，金庸是你的筋骨肉，甲我伊都卡出过一点仔血脉都无，伊哪还阁这么袂好心？我是绝对袂手下留情。嗨，我咧处理家族个代志，你无资格通入来，出去。王爷们，我知影我规身躯拢是罪孽，是我对不起玉可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不过这一切，甲我的后生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你若是无欢喜，请你带我出去。出去！我也无。你还过来一套？你就是用这招。塔罗已经让你迷到头壳戆戆，连家己的某都不爱提。我的查某囝就是我的心爱啊！你破坏伊的家庭，破坏伊阿妈某的感情，查某囝你快走啦！我要不。算你好教训。老早我就想要退出江湖，无想要搁卖费。但是你甲我调清楚，你甲恁囝两个上好较安分守己。若是搁欺负玉可，也是我伊都卡出过的人哦，就是惨就安尼，连你嘛同款。上班时间你是走去倒啊？规公司若不是我伫咧遮，我查到走礼拜，把物件搬了了都唔知啊！哎，等下，我甲恁讲哦，这个总管吼，唔是咧做假，
我给恁控制，靠工钱。七号总管，我是去隔壁看印表机，看啥样？总管大人啊，啊你大刚安尼吼，我我来啊，走走走，啊你算啥物？我无领钱，还是管我啥物啊？阿鲁爸，你休闲啊，你够真侪代志要处理呢。哦。志强，我伫个大饭店餐厅有订好房间啊，我要请公司的所有的人为你签着代理权来庆祝。志强，今日袂用诶。你讲袂用就袂用。真是袂用是。我已经约好 Aris 的代表吃饭啊，先煞讲一寡细细的部分，而且我嘛也真正提出质疑啊。你明仔载搁甲因吃饭，敢袂用诶？我是好意呢，订好的房间甲遐酒就是要安怎？大小姐，恁好行人啊，无参加一摊啦。姐哦，你即马打电话去退掉，还阁会付啦。你讲退就退哦，呀，你着目睭紧紧看，互人欺负哦。你唔着讲你大哥哦，你肥甲咧敢若亲只猪共款。你过去哦，去日本哦，去记因迄个什么啦？对吧？啊，穿迄个定制裤哦，啊，脚掌互看，啊，你会晓袂？看，杀！好，你嘛规身躯目亲像一只猪啦，大口袋啊你！你穿遐定制裤，脚掌嘛袂白，也嘛较细。哼，笑死人，骨笑鼻无尾。师妹，你真正有够赞的啦，够准。我知影七号因哥哥哦要害志强，你伫签约时阵哦。你着用志强放弃苏宁进行到个，所以关这个新名字甲拍牌，加这点哦，志强无你袂用个啦。师妹，多谢你，你真正是我事业上好拍的。哎呦，啊你两个还搁咧客气啥？一家人敢免再讲两家话？你甲新妹哦，生起来是哦，革命爱情呢。恁以后吼，都爱行迄个夫妻的这路线，啊来发展，唔才对。志强。应该说多谢是阮阿公，但不是伊苛刻你吼，莫放弃签约，是万准备啥物拢无效，敢不是？了不起哦，了不起！其实咱亲戚的感情的人是金牌，卡输就是伊甲我讲，江明静在背后变鬼变怪，我嘛未付事先准备啊。志强，等即阵嘛，等无闲煞，我想你应该真心去甲伊说一下多谢。好啦，两个可能会塞车，咱妈 Aris 代表等咱，咱好来去啊。好啊，咱来去。你嘛要去？对啊，你唔通袂记得安尼。阮阿公是大股东，我伫咧吼，伫遐代表面头前吼，你一定行了有方就有面子。志强，这个讲的嘛有理，啊无，好少陪你去吼。是嘛？我阁有真侪物件爱处理。行行行行行！哎，你这大块，安怎啦？你唔免去啦。是安怎啦？你看你，生到乌苏苏，袂输敢若电塔。阮爷嘛，生到遐尔体面斯文，互你去见人客吼，会互志强无面子的。拜拜。不。要吗？志强，要喽。哎，啊这根本就是去食赶袂空的。哦，伊抓准是啊。总管哟，哦，像我哦，电探，小心嘛，啊，你那也放心哦，何止有飞机用去啊？我想做袂放心嘛。啊，伊硬要甲你手指强呢，啊，你的生活唔同拢白费啊。阿鲁爸，我为志强付出一切，并唔是为着要抢到伊的。啊，你是为着啥啦？我是为着伊的事业。好啊，那你莫阁吵。哎，你先弄啦。小平根。哎，师妹，师妹，师妹。照 X 光可能看起来哈，你的慢骨变大。可能有脑瘤，压迫到你的四角神经，除非马上手术。你讲什么？脑瘤？你慢慢先紧张，咱先做核磁共振的检验，再讨论进一步的治疗。
金苗，金苗，你来做好计吗？金苗，金苗，你听我讲好不好？你讲什么？紧讲。我知影，搁较侪后悔，嘛无法度弥补。啊，不过金苗，无论安怎，过去我做真侪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我希望你会当原谅我。原谅你，你以前对我虚情假意，今麦搁帮助彭志强破坏我的计划，你所做一切。你是安怎叫我原谅你？金苗，你听我讲，宝剑有伤风，假使你若日日带着羞愤，迄毋但伤人，卖伤着你家己。过去，我的羞愤比你搁较强，我才会做出真侪连我家己拢无法度原谅我家己的代志。所以我真是希望你唔通甲我行同款的路，较袂后悔。我上届后悔的就是，我不应该认识你，我较不应该爱着你。金苗，生命是有限的，你千万唔通将你的魂浪费在我身上。我希望你会当两三看吧。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是你。小妹，啊，医生在讲啊。医生讲，我想要操劳。干嘛呢？啊，无你先来昏去啦。我都跟你讲过，我想要操劳，你别跟我问好不？我亲自去问医生。阿鲁巴，阿鲁巴，医生，你得着什么病啊？我得看，是天公伯给我的报应。金苗，你会记我的教训，千万唔当有羞愤。将你毁掉。找命啊！阿鲁巴，你唔通袂记第两个有答应我什么？我哪会敢袂记？代志就代志，你不要志强知影。啊，不过我问你，志强即摆虽然同你起无念，有遐尼侪代志需要去打拼，需要去无用，你敢袂当分心？我真了解，可是今嘛，当我知影我的病，伊连放弃一切，先为我第一。啊，不过在安尼做时，伊真无简单个生出来机会，毋是为可惜啊。啊，不过你的病，好啊，刘爸，啊，你帮我问问。可是，阿志强因为我，耽误了伊的事业，难道我甘愿死？阿鲁巴，你就抓，你就抓，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就抓，我叫你就抓，就抓啊！我就说，
来了。露爸。我有汉尼西，我做起个，在耶稣耶稣拼出一片天的。蚊子来了！哎，大可爱，我甲你讲哦，因遐代表一款是我吼，你看哦，就参照看到迄个妈祖出巡同款的，对这个少客气的，他出来心爱去吼，一定无这么大。好啊啦，莫咧臭屁啦。心爱为公司哦付出的心血啦，你根本都无得比。阿鲁爸，你唔通看清了无啊？以后伊通来到三个所在，较清楚。姐，以后该请你多多帮助志强啊。我当然嘛会，无需要你吩咐啦。是嘛？你面色无好呢，人无爽也是。我心肝都艰苦。阿鲁爸，你是咧艰苦什么啦？到底什么代志啊？我一个小妹在这闹哩，伊即摆要找我啊。阿爸。啊！你当时有小妹，我来拢不知啊。刚才你会使真少妹，我都袂使哦。好啊啦。志刚，你应该去甲金花说多谢啊。这是盘手。阿特，志哦，你要陪志刚去吼？我无爱啊，我跳嘛。干嘛？来，哎，这。志刚，去啊！假使那不是金华，跟我讲高美静的贵客，你今日签的代理款，都是国宝集团啊！去啦，去啦，来，你去。安怎啦？阿鲁爸，阿鲁爸，足侪通电话过来，伊拢讲金华无方便接电话，啊，即摆是安怎？我伫甲你讲话，金华人即摆在倒位啦？金阳，伊个小妹是我的某，伊人伫倒，你无需要知影啦。你唔通袂记，我即摆是伊啥物人？你莫伫我面头前哦，结笑牙的派头。今嘛，你甲周瑶阮的命，拢跌伫个伊头社做手头，你家己有自身难保啊，我才无会惊你。好啦，我嘛唔惊你知影。今晚哦，无听假事，你阿我生气，叫我关伫个大家拢找袂着的所在，安怎？卡米西，你即摆来讲啥？今晚，我你关伫倒位。志强，是你阴魂不散、霸占平原的心，是你害平原的呢。这是你上意了。
阵势呢，我真了不起嘛！拜托你，把金我交出来。高明泉，你若是无把金我交出来，我是报警。你唔通袂记，你即马是搞部长。恁哦，上好对我较客气啦。我若去予警察抓去哦，过几工啊，警官可能就会外外枵死哦。高明泉，今晚你是先查到问题，我绝对袂帮你算。安怎？你嘛要甲伊共高兴？林大少爷，你即马伫伊都家族的地位，还徛袂在。我吼，还有真侪利用的价值哦。我性命中上重要的两个查某，你到底什么时阵要帮我算？要帮我生还我金元？你敢袂当忍受落来？万不是袂拄到代志，我认为是别人的事情。金苗，金苗的嫁给高明杰，是为了要救你，惊你让人鬼。结果心爱，伊一直拢真爱你，是你把伊赶走的，是你伤着伊的心。因两个人今仔变到安尼，拢是因为你才有今仔日的命运，你知无？我有今日的命运，就是你造成的。方志强，你真够足厉害，真有本事啦，会当控制三个人的命运啦。金苗，人生的路非常的宽，只要你愿意接受今仔面对未来，就算讲你眼前的路无好行，当前的阮，你阁是平坦光明的大路。金苗，只有你家己是徛好稳，才能帮助金苗，帮助其他的人。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别条的路，我行的路已经无得回头。你到底遇到什么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？只要你愿意讲出来，我愿意跟你斗相共。我想你跟我斗相共啦，莫等下假自卑啦。金苗，我嘛真想要跟金苗斗相共，但我今嘛恐家连我家己拢自身难保。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假使你真心对待金苗，你一定要跟伊斗相共，让伊离开江明清黑暗。金苗想要讲伊自身难保，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姨好不？我无看到金元。你哪会无看到伊啊？什么？你先走。无啦，可能是困无饱，头壳有一点仔戆尔，无代志。七婶啊，辛苦你。你莫安尼讲啦。最近咱拄摕到 Aris 总代理权，确实真侪代志需要咱无闲，亲像破坏啊、上架啊、搁销售通路。啊对啦，我袂去甲你讲啊，明仔载我甲金汉经理约好要去谈合作啊。假使若是咱顺利，咱扩大业务，的资金都完全拢无问题啊。我有啥计划啊？我听你讲。
姐妹，你处理就好。啊对，搁有证据问题，我有留一份备忘录，我提你。姐妹，你今日到底是安怎？你还心情不良？我真是无代志，无代志啦。啊对啦，你拄则，你拄则讲啥？啊！你拄则毋是讲，面前我咧看金月心，志强，面前个性我了解，伊个性喜怒无常。啊！毋过我当确定，伊确实真爱金月，可能是因为一时的嫉妒，伊才毋肯互你看金月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代替你，搁去家己看一下。是袂？你千万唔通安尼做，你来跟我斗相共，江明晴已经无欢喜啊。假使有江明晴知影，是我叫你去看金花的，我唔知伊会对金花搁做出甚款不利的代志。我看即马，唯一会当保护金花的方式，就是暂时卖甲伊联络。人真正有一点无啥爽快，阿婆，我先等你休困一下吧。好，你家己较细腻。坐，慢慢行。慢慢行。阿志哥，帮你见过，你也对新梅哦较好诶。新梅医生，我感觉伊最奇怪。你想知影啥物？紧甲我讲。无啥啦，伟霆哦，你对心脉哦，较好诶，你先死哦。志强，我真是足烦恼，以后我无法度去甲你斗相共啊。看志强这么烦恼，金月。敢讲金月出什么代志啊？喂，金月，我是心爱。心爱。做这项工课啦，金龙啊，蔡有随风来倒，咱的目睭哦，即摆变较紧嘞。迄个老医刀即摆，只下目睭小眯一下，咱母仔囝是命，随时拢会往收收起来。听妈妈的口劝，药爱放较软嘞，保命较要紧。我无爱过了这样无尊严。我问你啊，即摆尊严一斤是偌济钱？命才是重要。若是要和我过这块日子，我甘愿去死。稳定的。哎，阮妈在甲你讲话，你是啥物态度？安怎？我就是安尼啦。你是想要甲我拆一个萝卜线？金勇，我已经把地泡好了。眼中杀气真重，我注意着。
面青，我是来找金瓜的，爱人呢？你什么时阵变到这清楚？来找我敢唔好？面青，你这尔爱金瓜，即摆人拢予你抓着啊！你应该好好珍惜伊，对待伊的。是妈呀！你即摆是代表啥来讲话啊？是你，还是彭志强，或者是金勇？我是代替你良心来讲话。明静，歹路唔通行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上天守法分明，总是有报应的。这款话哦，我最近听真多啦。得袂到的人，肯定爱放下；无胆惊死的人，才会去讲报应。这拢是刘姐爱讲的话呢，是吗？你什么时阵变成弱者？你讲唔对吗？唔敢面对家己良心，才是弱者。明静，我拜托你，你千万唔通阁一错再错啊！啊，若无有一天报应来的时阵，你想要后悔都袂有啊！好啊好啊，你喊你来吼，莫跟我讲这么侪废话。我即马想要了解一件代志。站在我面头前的丁心脉，到底是敌人，还是朋友？你就是按照你家己良心去做代志，你都袂有敌人。心脉，你真正甲以前无共款。以前迄自信满满，想要拥有全世界的丁心脉，是走去倒啊？人的性命是有限的，若是得到全世界。煞失去家己良心，结果就是一无所有。心脉，你哪会变啊这尔消极？你是人无爽快，还是破病啊？我不是消极，我只是看破。明志，我老实跟你讲好啊，我的脑部生一粒瘤。去压袂着，时间真紧，恐吓真紧，我着啥物拢看无。哪会安尼呢？这样代志，自头到尾，一切拢伫我的掌控中。这搬去到底是倒位行唔着去？我要安怎做，才会当挽回这局势？咱也无要开灯。阿公，莫甲牵亲牵戚，我无这个福气通做你阿公。老社长。安怎？唔敢正面看我是无？啊！我是要开电话啦。我十几岁就打入江湖了，创立新龙组。我伫日本的黑社会玩了四十多年啊，看家人不计其数，什么款场面我都见过啊。参照你、江明正、甲中医，恁心肝内咧想啥，我真清楚。嘴开我就看到恁的巴肚肠啊！既然老社长知我心肝内在想啥，就请你甲我指导。你留伫这个家族啊的目的，里面有较明显淡薄啊，大家拢知影，是干那踏入迄个工人，因为伊感觉伊亏欠你，所以互你骗甲光光色。我留在阮爸爸身躯边，只是为着要认做归宗，无其他的想法。我唔知影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。你想要霸占宜托集团？当然啦，有野心并唔是啥物歹代志。我原来真欣赏参与你这种企图心真强的少年啦。
可惜。可惜，我甲你无血缘关系。可惜你是九月份的囝，因为恁是要来甲幼可因我家争端利益的外人。那不是因为幼可对他路情分也未当，我是不可能让恁母仔囝搁活在这世间。我若讲会出，我就做会到。伊都考出古，那我伫个，任何人都免想要学袂来。啊，那无我是不客气。尤其是唔知影通我小本分的人，唔通自找死路啊！是安怎恁顶一代的恩怨，爱我来承担，到底是为虾米？你不应该为了要帮助彭志强，连家己的命都歹顾。你即马上好放下所有一切，赶紧接受治疗。啊，你个脑是安怎？啊，就脑瘤啊。脑瘤？那是，敢唔紧开刀，真可能会生命呢。我要给彭志强，我都继续经营落去。那是安尼，伊都交到接班人的位置，就一定是你啊。只要加惊，加了就不再死我。我已经不是这个家的长子，我不需要再受到任何人的约束了。你怕我死，你想要把我怕死，别让我活在世间上了。一场情话，暗藏三年六个月，祝福你的话，早就写在皮内底。一通电话，换来一句再会，咱两人犹原无万回的余地。一脚皮箱装满爱你的温柔，天生的鸳鸯，如今牵袂着你的手。沉重的行李是我沿路的忧愁，爱到最后你变成别人的新娘。希望你会当爱你疼你亲像我，希望你会当予你外靠亲像山，希望你今生无言的情。